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红。昨天不是有出这支新饼干吗？就是橘子糖葫芦饼干。然后它过了一天之后，奖杯赛旁榜上面还是没有它的组合，三张图一个组合都没有。所以如果你是为了奖杯赛要跑高分的话，就不建议去练这支新饼干到满等。不过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就是你看圣诞玩具店新地图这张图，最高分的传奇可以到9亿2000万分，对不对？然后昨天有人发现这张图的二星地图可以跑到10亿多分，因为它有个 bug， 就是地图的体力消耗速度有点问题，就是比较慢，所以它可以多发动一次技能，然后分数就会比较高。等一下再玩看看。那我就先跑个三星地图给你们看正常的分数如何。然后二棒的话要换一下，换成马铃薯或者是龙虾饼干都可以，因为苏打饼沙吃不到最后一瓶大补。去三星地图。新饼干在奖杯赛分数会很低，是因为他跑的距离跟体力不够到第三瓶大补那边，所以他没办法违纪，然后分数才会比较低这样子。不能违纪是重点，就是他不能充分利用那个药水这样子。好，那既然就这个组合应该可以跑8亿多分吧，只能跑8亿多的话，我就直接剪辑到最后。因为这张图的基本应该是要跑快要可以9亿分才对。好，那我就直接剪辑到最后。你看他跑到这边快要发动技能，对不对？然后吃到第二瓶大补，就是完全跑不到第三瓶大补那边。然后这次技能结束之后，体力就剩这边。我是觉得应该吃到第三瓶大补应该可以违纪。是，对，没办法，吃不掉，只能跑到这边。好，然后二棒的话，应该吃得到第三跟第四瓶大补，然后就一样剪辑到最后。你看，跑到这边勉强才吃到药水，天哪！可是好像会多一点体力，没有到用得很完美，对。然后分数应该8亿多分就极限了。哎，没有多跳到，应该可以到8亿3000多万。对，然后这个比加你就知道分数很低。那再来就去玩个二星吧。二星的话，我昨天有稍微跑一下，就这个分数，然后可以用这个组合。哎，第二个宝物应该是可以换成糖葫芦才对，可是我还没有神买，到时候再抽。那就来玩看看吧。一开始应该是看不太出来体力消耗速度的问题，没关系，等一下跑到后面你就会发现，怎么跟上场跑的位置不太一样，可以跑这么远。然后这张图的冰块熊很多，所以几乎都会带上雪花冰熊宝物。应该是算这张图的高分宝物吧，所以如果没有练的人可以去练一个。反正我记得故事模式有送，要记得去玩一下故事模式，然后不够的再去抽。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好像卡比哦。真的很多冰块熊，而且很多冰块熊的派对道具。然后那个地图上的那个玩具小人做的，我觉得蛮细的哎。这张图应该是要在圣诞节出才对啊。怎么会圣诞节过的时候才出？这个要跳快一点哦，不然会没有上天堂。然后我有时候没有上天堂之后，就会发现它后面的地图会放苦味熊，好像就在嘲笑你说：“哈哈，你没有上天堂那种感觉。”超废。你看跑到这边体力还剩这么多，就是跟刚刚上一场
差很多，刚刚就有发现了吧？然后比较意外的是，他竟然还没有修正，可能因为跟比赛没有关系吧。会到这个奖杯赛 Master Lander 发音好像不太标准。反正会到这边的人应该就不会玩二星地图去比赛。还有昨天还在那边，快点先跑一场看看分数如何。你看已经跑到这边了，天哪，超远！哎，乱跳。看来会少一点分数，刚那边有失误。没关系，这个是娱乐场，不是技术场。快要可以吃到第三瓶大补了。哎，没有，我已经吃到了，在那边晃神。好，可以跑到这边。你看，一棒就跑快八亿分，这样分数怎么可能会很低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超高的。哎，会不会有新手看到这影片之后就跑去练新饼干，然后再问我说：“哎，奖杯赛不是跑那么高分，就怎么跑那么低？”这是第四瓶大补。反正，如果你是想要练奖杯赛的饼干的话，就不要练新饼干就对了。虽然它有给护盾是不错啦，可以防撞。这样你就会发现，只要官方给护盾的饼干，就是有护盾效果的饼干，好像都不太能上场。像那只叫什么？死多伦面包也是，就好像设计给新手玩的感觉嘛，就怕你撞到入门饼干，应该可以维基吧？可以可以，然后分数就会十亿多。哦，好啦，比昨天跑高分一点点，13200万，你看超高。可惜啊，这个要五星地图才可以上榜，所以你不会在奖杯赛排行榜上面看到我。对，然后既然体力消耗速度比较慢的话，是不是就要配合那种会复活，会复活或者是补血的饼干，对不对？然后结合最近调整的饼干的话，你就会想到覆盆梅慕斯饼干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看到有人 po 这个组合，就是覆盆梅跟他的宠物，就会补很多血，又可以跑很远。然后二棒的话用个龙虾饼干，宝物的话就换掉吧，换成荣耀之剑，那就来跑看看它可以多少分数。覆盆梅慕斯它有出一个新的宇宙系列红装，我觉得它的特效还不错，之前是想抽啦，可是就采访没有到很够用，然后昨天抽的时候也是没有抽到，好惨哦。虽然运气真的是没有很好，然后因为他有出新服装嘛，所以他的分数有稍微的加强。乱飞，所以在奖杯赛的排行榜上面应该可以看到他的组合。哇，他技能放得不好。然后宠物真的是很像在前面摁摁，然后身为贵族的覆盆梅慕斯就在后面帮忙清理，还蛮有公德心的。哦，他那个魔法糖技能最多可以留两个，可是到第二个的时候
计量条就不会继续计算，只要提早把它放掉。那我刚刚已经吃到第二瓶大补了。这张图的底下那种惊喜箱的碰撞范围蛮大的，就这个，像鳄鱼的头吗？还是恐龙的头？要小心不要撞到。哎，我已经吃到第三瓶大补，就在刚刚的地图交换那边。我有吃到中间呢，我记得覆盆梅木是一开始刚出的时候，第二阶段，哎呦，第二阶段需要吃到中间才会有，分数这样子，才算成功啦。然后现在我改成不用，吃到最后一瓶大补，把所有的大补都吃掉了，还真是一瓶都不留给。龙虾饼干呢？龙虾饼干不配吃药水吗？好可怜哦，还带引擎把那个药水全部都吃掉。哦，分数已经要七亿分了。刚刚。新饼干一磅跑完是多少分？哦，新饼干我记得跑完是快要八亿分。哦，好像需要小小的缩写，有发动尾迹就好。哇，这边发动宠物的话，哎，怎么没有戳到？哇，没有出到最后一下，所以只有8亿1500万，可是比刚新饼干还要高分。怎么没有出到？好奇怪哦，哼，太慢按。我记得这样好像会少个500万分吗？最后一下好像500万吧，所以我就少了500万分。哦，这边有冲刺道具。我对这张图的后面没有到很熟，好像卡到技能。哦，有发动哎，有数到血就好。哼，已经快要十亿分了，所以这组也是可以十亿分的。应该不用急着发动技能，宠物应该还可以再发动吧？好像又不行。哎，好，勉强跑到这边，加上刚刚没有抽到的那一下，可以超过就是新饼干的分数。哇，他的那个一已经。卡到 S 加里面了，好，所以这组应该可以更高分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去玩看看。现在应该是还可以玩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、按赞跟分享。那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